什么什么，我爹把贾乃亮的衣服撕破了，这个还是我认识的芭比吗？我一直以为我爹就是个清纯男大生，祖才和卖萌技能满点，比如一些经典名言。啊，你不能你不能这样，估摸混水摸鱼在这儿。没给我太厉害了。哎呀，撒娇没啥意思。我知道我爹天天都健身，最近在增肌，但是你看看我爹那副清纯无害羞狗狗样，根本不敢想象我爹录节目，简直能用凶猛来形容。大比是我对您的力量一无所知，成都大猛一这个称号您是名副其实，看来他们说的话都是真的。力气大，我健身好不好，我力气不厉害。大比你怎么确定的？掰手腕吗？怎么欺负啊？我能看看吗？他酒量特别好，我记得第一次喝酒的时候他就扛我回去的。